小岛首夫近日出席 Sony PlayStation State of Play 2024，除了宣布 Death Stranding 2正式发布并于2025年发售，更加压轴预告将会同 PlayStation Studio 合作制作全新作品 Vision。小岛首夫指新作故事以及制作将会堪比大电影，无论故事剧本、角色设计、音效、视觉效果都会用最新技术开发，扬言将会是工作室的巅峰之作。就是有，乜都有。